弟兄们，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咱做伙起立，吼，唔忙，甲你厝边的一隔壁人，甲伊讲，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新年恭喜，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挂上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上帝啊，愿你权贵诸天，愿你的荣耀权贵尊全地。咱这时做伙来吟有福的曲子，有福的确句。可以用台语唱，也可以用华语唱。上帝的大名，你面对你
作，这是请西方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你的话。Thank you.
谢谢十方的献诗。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杨牧师。今天的讲题是约瑟系列第二讲，做梦的人。感谢主，来一次跟各位见面。我去不同的教会讲道，有些教会去讲到水也没有一杯。我来你们教会讲道，我去很多教会讲道有水供应，可是到你们教会讲道。有水又有纸巾，我是第一次。我真的讲了几十年，第一次有教会给牧师一张纸巾，不知道是怕牧师讲得太感动擦眼泪，还是怕牧师口水喷得太厉害擦口水啊。所以你们是很特别，我第一次拿到纸巾的在教会讲到，所以谢谢你们也是特别在这边恭喜刘牧师、刘牧师娘还有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今天是农历的年初二年初二，哇，能够一起敬拜实在是很大的恩典。刚刚我在听你们诗班，你们诗班真的很好，以教会我看那么多诗班的比例差不多等于会众的三分之一，哇，这个了不起哦！全教会聚会人数诗班占了三分之一，哇，我们真的很感恩啊！希望神继续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台语教会能够在这边让弟兄姐妹继续的敬拜。所以今天特别，真的恭喜各位，很特别的日子，年初二。年初二讲到我最深刻的一个印象，牧养了快四十年当中，有一次在年初二在香港讲到，那天年初二会众，你们想过多少人年初二大家都出去拜年了，结果整堂的会众，连牧师、连诗班、连诗琴，六个人，你想都没有想过，一个主席、一个讲员就是我，两个会众、两个诗班，那不错啊，你们比起来已经很好了，那是上帝的恩典啊，让我们一起敬拜。好，我要回到我们今天月色的。生命的历程的第二讲，感谢神从月色的身上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会一直有很多关于他生命当中一些的经历，好让我们真的值得思想、值得学习的今天才是刚开始的第二堂，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创世纪第三十七章一到十一节不长的一段经文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一到十一节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约瑟的背景，对不对？上一个系列的第一讲讲到他的背景，今天我们要开始看看他的成长的一些的经历。好，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一到十一节因为不长，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把它读一读，好不好？我们先读一读这段经文。好，请。雅各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妻子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养。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妻西拍。西拍的儿子们常在一处，
月色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的月色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月色是他年老生的，他给月色做了一件彩衣。月色的哥哥们见父亲爱月色过于爱他们，就恨月色，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月色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约法恨他。月色对他们说：“请听我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活活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月色就等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激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好，我们祷告。感谢我们的主，在美好的清晨，你召聚我们在你的圣教会当中来敬拜。愿你亲自用你的话提醒我们生命怎么样来更属于你。借着月色的生命，我们要看见上帝要我们生命里面学习的功课，带领我们这一节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月色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当然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在看他年少的时候，他的经历的确不单只从他身上学到，也从他的家庭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在世上做信主的人，到底我们应该有什么样要注意的。我不知道大家做梦多不多，有人很多，有人头脑空白，很没有什么做梦的。我现在不讲是美国梦啊，还是什么中国梦啊，不讲这些，而是真的梦境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不断的被探索。为什么？因为梦可以什么都可以发生，因为这个是梦，可是能不能成真就是一个问题了。有人可能做梦之后就真的，我们说梦境成真，有可能有这样的事。我不知道你们做什么梦，很多比较紧张的人一天到晚梦着被人追。我牧师良就是这样，每天早上告诉我啊，他被人追。那我说我们也常常做梦，你说牧师会做什么梦呢？我不知道你牧师会做什么梦。我做的梦，我告诉你，常常发现时间到了要讲到了，发现奖章不见了，啊，好紧张，走啊走啊走啊。有时候发现要去教会了啊，在教会的里面穿牧师袍，那个扣子扣来扣去扣不上，一直扣，人家在等着，好紧张。知道是很多人说压力的时候就有做梦，有些说没有什么压力啊，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讲的梦有时候也很特别，除了月色，你们记得圣经里面有谁常做梦的？
有没有人有印象？谁做梦？梦里面有什么的？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哇，可能你们读圣经里面有很多读过的，记得雅各梦见什么天梯嘛，对不对？我们都很深印象。雅各，所罗门梦见什么啊？所罗门梦见什么啊？神问他你要什么嘛，对不对？你要财富啊，我们还是选择了很好的智慧。新约还有谁做梦啊？啊，彼得可能我们在讲彼得到底是看异象还是看梦啊？到底他是白天在看见的那个是白日梦呢，还是就是我们看到神特别有话语要跟他讲，对不对？其实圣经里面很简单的，约瑟做梦，新约的约瑟告诉他你要娶玛利亚，哇，他做梦了，梦见玛利亚等等。我今天只是因为他的哥哥叫他那个做梦的来了，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做梦的人到底他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先讲讲这个约瑟怎么样出生的。我们知道约瑟他在整个的可以说神顾念拉结的阶段的经历，我相信我们大概都记得。我们记得啊，雅各娶了太太的啊一段的经历，跟他的舅舅哇，在家里面有圣经创世纪二十几章一直讲很多关于雅各的故事。约瑟是他的最爱的太太拉结在很后的时候才出生的。记不记得约瑟排第几？啊，还不错，排十一，大家都记得他排第十一。他雅各最爱的太太拉结，可是他先娶了姐姐莉亚，还有他的妾啊，大家都记得。这样的话，结果生到约瑟的时候已经是第十一，可是他却是拉结所生的第一个。记不记得我们这段？我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图表，可能当然你不一定完全需要记得，我只是把整个约瑟的一些家谱他的背景稍微给各位介绍一点点，大家都可以看到啊，我不一一把你，因为以后很多的牧者同工来跟各位讲约瑟的时候都会提过啊，以后发生的事情。反正我们知道约瑟出生的时候是他的父亲跟他的舅舅啊在家里面打工的时候啊，他在里面出生的。那后来就一直下去，以后你们慢慢的就差不多这个表差不多把他的年份大致的讲了出来。不过这个不是最重要，只是让我们看看整个的历史当中啊，上帝特别拣选了以色列群众，以色列民，上帝就用这个民族把救恩一步一步的向世人来显明。今天我们就集中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雅各住在迦南地，父亲是他父亲寄居的地，只是讲到上次应该有解释的一下的背景啊。这边开始就讲到雅各的记略如下，他就马上跳到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啊，就从出生了就讲到他十七岁，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大概只能够猜想，因为从一到十七岁中间有可以有很多事情发生，有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圣经没有特别记载，那就让我们凭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慧来猜想它发生什么事情。就像很多人在讲
耶稣也是一样，耶稣有记载十二岁之后就没了，对不对？其实耶稣从出生到十二岁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大清楚，十二岁到三十岁当中发生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可是不要紧，圣经要我们看的就是圣经记载的事情，我们就看看当时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我为什么叫他幸福的童年呢？我只是猜想，一个出生的时候已经有十个哥哥在前面，十个的哥哥还有一个的姐姐啊，当然记得底拉是十二个还男的当中有一个是在月色之前出生的一个女的，可是到底他们差别多大？其实我们看他们没有差别太大，大概十几年最多。从大哥，我们相信从流变开始啊，一直下去，我们相信月色在大哥哥的看顾底下，开始的时候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哥哥可能啊看到有弟弟出生啊，当然这个小弟在他们里面大概一直长大都有很有趣啊，我们看到小孩子大概都好玩，而且跟他们在野外的生活，大概这个小弟跟着他的哥哥们大概生活的，我的感觉是应该是很幸福的，有什么都有大哥哥来挡住啊，我们相信是差不多十个男的在前面，还有一个姐姐在他的前面。我们相信月色的童年，我猜想我们说一定是蛮高兴蛮幸福啊，他跟哥哥在一起很多事情不需要他做，大概也看住他照顾他。可是很特别的，一边讲到他与他的父亲的妾披拉还有斯拍的儿子，没有提到利亚的儿子。他前面差不多我们知道利亚的一生生了四个在前面，从流变到让你们看看这十二个，从流变到西面到利未到犹大都是利亚生的。那这个脚底因为太小了看得到，还可以啊，还可以看得到。大家看到四个，前面四个都是大太太利亚所生的，那跟着后面就是他的可以说利亚跟拉结的妾啊，就是说他的婢女就成为他的妾生出来的几个孩子啊，大家看得出我列出来都明白啊，挂号的那个就是谁生他的啊，前面一个希伯来文一个英文，那后面呢是他的名字有特别的意义，知道希伯来他们的很多的名字都有他特别的意义，我只是把他一个一个列出来，从圣经里面你都可以找得到啊，我只是把它综合一下让你知道。在我感觉上有些特别，圣经没有提过利亚的孩子，就是说前面四个的哥哥好像都没有特别跟月色有什么直接的好像交往，因为提的就是跟提到两个的雅各的两位妾啊的孩子，所以我们想很可能猜想他四个前面四个大哥二哥等等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吧，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特别讲。可是以后发生的事情都是跟前面几个的哥哥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这个我们就猜想当时这个家庭里面
出现的问题是在哪里。本来弟兄姐一个家庭的和睦本来是好的，我不知道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家庭、你的背景、你的出生和不和睦。圣经里面给我们很特别的一个提醒，弟兄和睦同居是善是美。当然你说这个弟兄到底是亲弟兄还是主内都没有关系，一个家庭的和睦其实影响弟兄姐妹的和睦影响很大。我是听说啊，有些不和睦的让一个人的成长都出现很多的问题。我自己有六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三，前面四个是男的，后面两个是女的。可是我发现，当然四兄弟姐你说我们也蛮接近，但大家相差两岁。可是我在我印象当中，我们四个兄弟跟两个妹妹很和睦，造成的就是我今天很有自信说哎，会有吗？真的会影响。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四个兄弟大家都很和睦，和睦大家都从好像没有打过架。我记得唯一一次打架是联合打我奶奶。为什么呢？不要紧张。为什么呢？那次我记得我二哥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我奶奶生气拿了一个藤条鞭了我的二哥，结果我四兄弟姐妹都觉得好不舒服，结果一起要跟奶奶来争辩，差不多动手。那个时候我们小，我唯一记得一次，我们后来我现在都长大的，我们都是爷爷公公，我们都在谈当年是，因为我说我们都没有打过架，只是一起来打奶奶，为什么呢？都讲起来都好笑，你知道小孩子是在玩，都觉得很特别。我真的感觉到一个家庭，我看到一些孩子的成长，有时候到一些家庭里面，假如家庭不和睦，兄弟之间不能和睦的话，很多的成长都有很多的问题。真的，我牧养那么多年，我常常有时候探访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里面不和睦，有时候真的看到这个孩子的成长，整个心智里面都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当然我们当中差不多已经是奶奶做公公爷爷的已经的辈分，我们记得有时候看见小孩子，让他真的他们的和睦能够造就他们整个成长的心智，我们看下去你就发现出问题了。在第二节的下面，月色将他哥哥的恶行，这个恶行我在看到底原文什么意思呢？原来其实是一些不好做的不好的事情。我觉得一个小孩看到他哥哥可能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那当然跟哥哥讲也没有用，结果小孩我们也知道也无知啊，结果就把他们做过的事情告诉了父亲。这边特别用以色列啊，我们知道雅各就是以色列啊，特别用这样来特别讲，原因是因为以色列这个雅各特别偏爱月色。这边只是解释到月色是他年老，刚刚看那个图表你记得的话，月色生出来的时候雅各已经91岁，一个老年得子当然比较宝贝一点，而且是他对爱的妻拉结所生的，很自然的父母的偏爱就成为兄弟姐妹之间一个的恶根。当时
圣经明明就讲出来，以色列就爱月色过于他的众子，那结果更为他做了一件彩衣，这个彩衣是长袍，在圣经里面。那结果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发生的问题了，哥哥就怀恨了，开始父母偏爱产生的一些恶果，很明显的，我们相信很多父母不在意，可是我们今天的确，正如我真的在看到的经验里面，父母的偏爱原来看过一些心理的描述，造成这些没有被偏爱的一些孩子，他成长的时候，他也会很容易偏爱他的下一代，哦，这样就很糟糕了。啊，这样的恶性的循环，因为他自己不没有被爱的感觉，你知道小孩都这样啊，小孩吵架打架很正常，可是父母真的，我们常常就说要很懂得怎么样处理，小孩子很容易就觉得父亲帮另外一个，不帮自己，不爱自己，这个是的确在月色的家庭当中就看到这样的恶果。这些兄弟不跟他，不跟月色讲和睦的话，就是跟他不管他也好啊，讲话来啊责备啊，或是挑剔啊，或是很不喜欢，很明显看到里面的关系是可以说上一代造成。我们在很多的心理辅导里面看得到，的确原生家庭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些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看他的原生家庭到底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原来很多的犯罪啊，很多的罪恶的事情是因为原生家庭出了问题，无论是父母的离异，或是父母的偏爱，或是父母对他的虐待等等，哇，原来原生家庭造成一个人的人性很可能随时被扭曲，这个是我们真的看到的确。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也好，做祖父母也好，有时候真的要看到我们要好好怎么样处理我们的下一代，因为可能影响了他的一生。一些被偏爱的孩子，他可能很放纵；一些觉得不被爱的孩子，生命里面充满着没有安全感，对人不信任，对人真的很多的仇恨，很多的苦毒。我的确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假如我们要从月色的生命来学习，我们先要学习从他父母身上学习，我们不要这样偏爱，有时候可能不在意，有些父母觉得也没有什么啊，我对每一个都好，可是对另外有一个特别好啊，对大家都好当中对一个特别好，其实种下了一些祸根，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有时候。所以这边我们就月色的哥哥可能对月色采取的不理睬啊，一些不喜欢啊，当然当时的这样的事情在兄弟姐妹之间可以看到月色，可是月色可能试着好，父亲碰我，我不怕不管你，还是更加的看到他们讲他们的坏话，这样的恶性循环造成家庭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故事值得我们好好思想，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假如弃绝管教的会招致受辱啊，受辱的一个，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管教的事情，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也讲到管教的事情，所以提醒我们今天做父母做祖父母的管教的意义。第三点，我看到的从第五节开始，
开始讲到因为做梦的人的特别了。月色做梦，他告诉他哥哥，可能做一个小孩，他做梦，你要记得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多过17岁。这个做梦什么时候？17岁之前做的，大概圣经也没有确定是不是在17岁还是早一点，不知道。反正月色做了一个梦，就告诉他哥哥。圣经说他们就更恨他。下面讲的这个梦，啊，原来在田里面的一个磨，这个河捆的捆住，他就发现他哥哥的捆住的这个河家向他来下拜。很简单的一个梦，到底前前后后怎么样，圣经也没有特别讲，只是把最中心的这件事情，哥哥的河捆向他来下拜啊，这个问题。所以哥哥马上说，难道你真的做我们的王吗？对不对？这哥哥当时当然也完全没有想到将来发生的事情，当然他不知道，只是这个小弟做一个这样的梦，大家平常已经对他不喜欢了啊，因为父亲特别的疼爱啊，他更把我们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就告诉了父亲，当然招致的可能是父亲的责备啊，结果对他更越发的感觉到，你难道要我们来拜你吗？我相信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回答，我们没有办法。在当时你想想看，他们大概20几岁啊的人，月色17岁，20-30岁，大概14年，大概30最大的，大概不变最大，我们猜想30几岁。他们当然几兄弟就觉得，你这个小弟做了这样的梦，难道我们真的要向你下拜吗？所以就越发恨他。你看到当时在一个家里面，本来大家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好好相处的好，可是当有发生这样，对哥哥来说损了他们的尊严，觉得这个小弟已经在他们眼中父亲已经特别这样疼爱，现在又更做了这样的梦，好像来刺激我们，难道我们都要向你下拜吗？难道你要管辖我们吗？哇，那你有感觉。我们相信月色大概是无知，他大概也没有想到，假如他真的知道发生的事情，可能他做了梦，他大概也不会就像哥哥讲，可能只像父母亲啊，像雅各来讲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相信一个年轻人那个时候大概也不知道，不懂得啊，也分辨不了他的哥哥真的心里面对他的仇恨，结果就直接向哥哥讲了出来。他讲的时候，我们大概想，大概也带着一份的好像有一些骄傲啊，小孩子很容易啊，你看有多厉害啊，你们的河捆要向我拜。他却没有想到人间人性里面的事故啊，沦落。结果这哥哥越发恨他，能够这样。圣经就很简单的交代，当时你能够怪月色吗？我们不知道。有时候一些孩子们一些自夸啊，到底是当然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啊，在美国我们巴不得一天到晚在夸孩子啊，在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哎呀，这哪里夸，什么都说不懂，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很多我们华人来到美国常常吃亏，就是美国人他们跟他的同事，他懂3分，他讲到他懂7分，我们懂8分，我们讲到我们只懂2分，真的难怪人家对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觉得我们很谦厚啊，这是我们的文化啊。在这个文化里面，其实当时这个哥哥已经很不喜欢啊，他的可能月色只是在讲讲啊，哈，你看看
他可能当作很有趣，你们的合捆向我下拜，可是在哥哥心里面一种的仇恨。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来管辖我们吗？他们当然不知道几十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孩子真的到底这个梦到底代表是什么。今天在不同的神学领域里面，有人对梦境做出到底是不是一定是上帝借着梦境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其实真的有不同的看法。我只是看约伯记在33章里面，也是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的心上，好叫人不同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除非我们真的，我觉得约伯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他特别讲到上帝会用梦来告诉我们当行的路，这个到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争论啊。他做梦到底梦见什么，我们不敢说这个是一定是上帝的给他的指示吗？一个男孩子很想追一个女孩子，他做梦上帝对他说，这个女孩子就是你将来的姐妹了啊，他就跑去告诉这个女孩子，我做梦说上帝要你做我的姐妹，要做我的妻子了的意思。那个姐妹却说，我没有做这样同样的梦，那你去找你做梦的女孩子。那到底上帝会不会这样来指示呢？我们也不敢说，因为圣经的确说到上帝有时候会借着梦境来告诉人要做的事。我奉献的时候没有做过梦，就没有梦见上帝说你来服侍我，又没有啊。我只是在服侍里面，哎呀，心里面有感动，就觉得哎呀，真的需要奉献侍奉主啊，需要把自己放工作放下来，好好的服侍。我没有做过梦啊。假如真的做梦的时候，我反而有些可能犹疑，到底是不是真的上帝就这样告诉我了，还是我就自己生命里面信主啊，服侍，真的在服侍里面看到上帝的呼召，那也没有什么梦啊。所以我不知道，可是当我们看见月色的升平，真的知道上帝真的是借着梦来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情，也透过他，你知道月色生平当中碰到做梦的人不少，对不对？然后以后你们看下去，你就知道啊，谁是啊那个九镇那个善长，还有法老的梦啊等等。没有梦的话，月色可能没有机会成为一个宰相。可是今天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我们相信但以理也清楚解释尼布甲尼撒的梦的时候，但以理很清楚告诉他，只有上帝显明他的事情，上帝会使用，我们相信上帝会用我们觉得反正上帝要用的人，不管他是怎么样愚拙的啊，没有力量的，被人厌弃的，神要用他的时候，就把他的指示告诉他。约瑟当时几个小孩，上帝却可以把他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他。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这里的意思，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背景，我们是软弱的人呢，普通的人呢，上帝要跟我们讲话，要告诉我们要成就的事，要让我们生命真的跟着他的旨意行，我觉得上帝随时都可以这样来使用。最后极度的极怨，我感觉到他不单只看到何捆向他下拜，
他又做了一个梦，其实当第一次更看到太阳跟月亮还有十一个星，很明显十一个兄弟他们都明白，十一个兄弟就十一个男的，大概他讲的十一个，我不知道他包括迪亚在啊，迪拿在啊，还是有没有，还是把他的小弟啊变雅米算进来，不知道。反正他那连太阳跟月亮，哇，当然很明显是讲到父母了。这个时候，他不单是告诉他哥哥，他也告诉了爸爸的，告诉了雅各。这个时候，圣经里面讲，他父亲责备他：“你做了什么事？难道我和你母亲和你的弟兄要来服拜你吗？”其实，我们觉得雅各本来是属神的人，却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求问神，只是当然圣经里面讲到他存在心里，到底他存在心里是在想着这个孩子将来要做什么事情，还是他心里面还是不舒服啊？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觉得很可惜，雅各没有在一边好好求问神，到底你让约瑟发了这样的做了这样的梦，到底有什么意思？圣经没有特别的记载，只是讲他存在心里面。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当然以后雅各的生命要好好的学习。就在看约瑟的生平的时候，先看看他的父母亲，真的要好好的学习，免得真的连神在这个家里面怎么样的旨意都分不清楚。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意念，这个家开始有纷争，是主耶稣早就讲过啊，一个家纷争就败落，只是神还是特别保守住这个家，也让他的旨意在约瑟的身上成就出来。其实生命里面，我们相信上帝真的有他自己的特别的意思，没有人能够逃避上帝的灵。就像诗人在这边讲到，在哪里，其实真到哪里，无论是甚至天上阴间，我们都没有办法逃避神的手，一直要引导着我们。在永恒的岁月当中，我们相信上帝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作为，不管是约瑟或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必定要相信，其实最重要的，神还是在掌权，上帝掌权在各样的事情，上帝要成就他的一切的事情。我没有特别一一把经文读给弟兄姐妹，只是我们相信约瑟的整个经历，知道上帝一直没有放下。纵然在童年的时候约瑟这样的阶段的经历，纵然在兄弟的不和的当中，上帝要成就他的意思，神要掌权的必定要成就。所以今天我只是很简单的把创世纪三十七章这一段啊，他的童年的时候，一直知道他被出卖的这段经文之前，讲到他本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可是父母特别父亲的偏爱产生的一些恶果，还有约瑟年少无知的夸口当中造成一些祸害。到最后兄弟的嫉妒产生了，到最后把他出卖。可是无论怎么样，假如兄弟没有这样把他卖掉的话，可能整个以色列历史又改写了，又亡了，然后可能都饿死也说不定了。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相信上帝在其中，所以愿上帝赐福。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从约瑟的从童年成长的过程，
主啊，我们看到不单止月色要学习的功课，也让我们做父母、祖父母的，主啊，我们真的好好思想，怎么样对我们的孩子，让月色，主啊，他的经历当中，主啊，知道他在年少的时候很多的无知，他所做的可能真的也不能讨他的父母还有兄长的喜悦。可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相信神你在掌权。上帝啊，愿你让我们信靠你的心，无论我们的环境有时候的遭遇如何，相信你必定掌权。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真的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摆在你的面前，从学习月色的生命的历程当中，主啊，我们看到怎么样要完全依靠你，无论你的旨意如何，我们就跟随主而行。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牧师的正道，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站起来，让站起来去祝罪外弟兄回应诗歌。世代在地里的人民有平安，特别现在武汉上的那个肺炎的流行，我们大家人真的靠主来度过，有平安在我的心内，我来奉献我的金钱财力在主你的面前来给主你用，求主你来接纳我这样祈祷，感谢都是靠主的名，阿们。好，这个时候请我们一起来诵诵337首。香气，愿你的生命成为世人的一种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同在，从今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定业莫等。Thank you.